欢迎来到假日科学广场。首先还是要感谢一下这个国科会科教处跟中央大学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持续举办这个活动。那我是这个活动的主持人，中央大学物理系朱庆琦。很开心今天其实是母亲节的假期哦，和大家来这边庆祝母亲节更有意义的。那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讲者林宏旭林老师。那他现在任教于。他现在任教于台北市的文林国小，然后从台北市来支援我们的新北市。新北市，真的是跟不上时代。新北市的文林国小。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林老师的介绍，他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我只要认识这样的国小老师，就会觉得我们的教育是有前途的。然后，为什么今天的题目叫做《当哈利波特遇上爱因斯坦 Part 2》？因为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投影片上，之前林老师来帮我们讲过一场，就是当哈利波特遇上爱因斯坦的 Part 1，所以今天是第二堂课，那活动一样精彩，不会跟上次重复。我们想先问一下，上次这一场有参加过我的朋友的举个手，大部分小朋友。全新的都长大哦，所以你可以讲一模一样的。对啊，讲旧的就好了。真的，找不到。我到时候再换个箱子。当魔术师吧。破一下题哈，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是科学界的代表，对不对？那哈利波特哇，小朋友应该都认识嘛。那大家也应该知道，魔术里头其实很多都是用到科学的这个手法。我在这边先做一下广告，各位，今天活动结束之后，欢迎你们到从这个门口出去，往右边走，走到底。我们有一个隐身术，你只要一个小小的动作，你就可以立刻让你的下半身变不见。至于原理是什么呢？问我们林老师。好，你要问我可以，是我们家的东西。好，那大家今天活动结束前可以去跟那个就是那个有趣的一个这个装置照个相，就是立刻让你的下半身不见。那大家可能也猜到，用的就是光学原理啦。那到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那如何把这个魔术里面的科学原理带给大家？这个就是林老师最擅长的事情。然后他的这个活动实在是啊，我会很哀怨我小时候的那个自然老师为什么不是林老师之类的。不过没有关系，各位今天有机会在这边可以就是上林老师的这个自然课、科学课、魔术课，是非常幸运。我们的中签率大概只有30%到50%。所以欢迎大家。那如果您没有办法就是来到现场的话，我们也跟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谢谢你们。有人吗？当然有人啊，可以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活动还会就是录影下来以后，我们会放在有没有人知道？放在哪一个平台上？我一天到晚在宣传，有没有人知道？中央大学中中，中央大学假日科学广场有假日科学广场上面就会写知识大讲堂，对，小心啊，知识大讲堂，国家高速网络中心的一个平台，所以各位也可以上那边去看过去我们一些活动的历史记录。OK， 那我的介绍就到这边，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林宏旭林老师。好，大家好。听到又直播又录影，我现在三八不起来的。好，等一下就热了。好，来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朱老师说国小的自然老师不是我，可是我的学生也很哀怨说，为什么老师是我？对啊，我们就老师嘛，大家小朋友都知道，老师会玩，可是他有时候也是要考试嘛，哈。他说不交作业还是要骂人哈。好，那其实大家知道哈，如果小朋友希望来这边能够见证奇迹，那对不起哈，我不是魔术师哈。你可以叫我魔术老师也可以。那我们知道魔术师跟魔术老师的差别在哪里？魔术师会不会希望人家破解他的秘密？不希望。你看到那个刘谦每次春晚一表演完了没有？大家破解一直破解，然后刘谦就会出来说一句话，大家都猜得很好，可是没有一个是对的。其实说不定有人猜对，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一定会否认。那魔术老师或者我们讲自然科学老师，我们就跟朱老师的目的一样，我们希望说尽量分享我们所知道的东西。那小朋友如果能够猜出来老师，那最好，对不对？哈。不过还是要给我留点面子，好，等一下拜托哈。好，如果说才是最好，因为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启发你的好奇心跟观察力，然后你能够去探索那个原因。当然，我觉得老师会很在意一点，就是说，你知道这个魔术师的秘密，你要不要当场去戳破他？不要，对不对？哦，但是我觉得这种尊重表现。那其实今天刘谦如果坐在这里的话，没有来吧？他如果在这里的话，我想他也不会直接讲。我就有过那种在教大学的大学生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魔术师哈。
朱老师应该认识林英伟老师，他坐在旁边，我瞄到他的时候我就开始冒冷汗，后来管他的，后来他还跟我聊说，哎，那有一招我不会，我就很得意哈，我感觉是很不错的，就互相大家交流。那我也希望小朋友，如果你等一下，有时候我会不小心露出破绽，或者有时候我可能会故意露出破绽，那你如果知道的时候，先不要站起来。你那个口袋里有藏了一只鸽子，那个后面有藏袖子藏什么东西哈？你可以来，老师教你一下。当你知道我的秘密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眼睛稍微瞪大发亮。对对对，然后微笑，然后对我点点头。哎，我就知道你知道我的秘密了，自己人了哈。哎，我说是微笑哈，有的小朋友哎不要傻笑哈，有的爸爸妈妈。调整一下，好，那我们一开始我希望先热身一下，跟我们在学校带小朋友做任何的运动课程都一样哈。那我的热身，我们上次有带过那个1:11哈，那因为在场的大家有朱老师还记得哈，我本来想考他的，他要逃掉了哈。那1:11我们因为我觉得那个游戏也蛮简单，如果有兴趣我们有机会再教。那因为明天是母亲节，那我今天的热场我想用一点比较亲子互动的哈，那我想玩一个我最喜欢的游戏。哦，不晓得有没有人参加过我们康联会的活动，我们救国团有个活动，那我就觉得是乌鸦与乌龟，有没有人玩过的？玩过的没关系，来，好，我们现在先两个一组好不好？好，注意哦，两个一组，哦 ，no， 不是这样子哦，是这样子，两个一组，请你啊，我的，来，第一个思考题，请你把两个一组对不对？请你把你的右手放到对方的右手中间。哎，请把你的右手放到对方的两手中间，两个人的右手都要放到对方的两手中间。哎，不错哦，可能是玩过还是好厉害哦。我们今天的大朋友小朋友的素质都很高，对不对哈？好，那小朋友，如果你跟你玩的人是妈妈的话，冲着明天是母亲节，低一下轻一点，好，低一下轻一点。好，那我们来练习啊，会摆手势了吗？来，有没有谁可以来？朱老师，谢谢。这个样子摆，就是我们的右手跟对方的两手中间，就可以打，对不对？啊？你只要挨打就好。好，比如说我们两个先猜拳，来，剪刀石头布。好，两个猜拳。好，赢人举手。赢人举手。刚刚朱老师猜赢就是哈哈哈，猜赢不见得可以打哈，对不起哈。猜赢的人。你记住，你是乌鸦，记住哦。好，那猜错的举手。好，猜错的是乌龟。好，来，放两手中间。好，比如当我练到乌龟的时候，谁要打？乌龟就卡，对。不是，我想教授看说你会逃嘛，对不对？乌鸦要逃就乖乖好，哎呦，你要逃的好不好？不是。怎么了？没有，因为我是教授，我在想谁敢打我。因为我们在学校没机会打人啊，既然不敢打，对不对？好，难道这里打教授？好，所以是怎样？而且我要打云云，如果大学物理被教授当人，三个零都死掉。好，那如果我讲到乌龟就打，就打一下。你要跑啊！再一次哦，乌龟，对。好，来，换另外一个练习，来，预备，来，预备，乌龟。再练几次，乌鸦，好这样，好可以吗？可以的哦。我们故事还没开始，故事现在开始啊。好，请我想就位，你都准备好啊？好，都准备好了吗？不能怕挨打，我的东西，我那个每天在看手已经肿起来了，爸妈打得蛮狠。好。其实这个故事是刚刚才发生的，我在1点多就已经到了中央大学，然后我就开车去绕，然后看到中央大学，有一个水蛮大的水池在，方向哪方向不知道哈，我就看到一个水池，我就走过去湖边看，我想说放松一下心情，走过去的时候突然间头上一个阴影飞过去，就我一看，那个乌那个黑影就停在那个树上，我一看，哦，好大一只黑妈妈的乌。妈妈，我还没开始，你就动手了，是你儿子。来，再一遍啊！对，没有错，那是一只乌鸦。好，预备。我就看着那一只乌鸦。
想，中央大学真的是很特别，连乌鸦都想被扔。好了，我知道有人忍不住想抱着，等一下马上就来了。我发觉他一直看着水里面，定住不动。你知道看到动物这种动作，你会觉得很奇怪。我就跟着往水里看一下，水里面游过来一只乌贼。我有讲乌龟吗？我讲的是乌贼，好不好？有乱打人的举手，谁乱打？好，来，哎，不行，我不能玩这个，玩两个小时哦，要快一点。好，那个乌贼他就对乌鸦说：“你来做什么啊？”乌鸦就说了：“我又不是要找你，我听说旁边今天有假日科学广场哦，有魔术可以玩，我想找乌龟一起去。”我觉得这一期的伙伴很恐怖，所有的乌龟都已经准备好，接下来就是乌龟。刚刚一声好整齐哦，很恐怖哈。好，后来乌贼，他说乌龟回南部做母亲节去，如果你想去，我陪你去好不好？乌鸦就说：“既然乌贼你可以陪我的话，我就不找乌龟了。”好，那我们就一块去玩。乌鸦与乌龟的游戏。我们是热身，我希望你手脑能够连接，可是我不希望打到大家，等一下没办法操作。好，警报解除，请大家放松一下。我女儿过来参加科学广场的，亲子都非常的和谐，看你们打的那个样子，怪恐怖的。好，那影片，我们先开场，我先播一段。我上次有播过的。好，小朋友，请你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学生很喜欢这一段。认真的男人最帅气，不可以嘲笑他，表情非常的认真，最短短的帅气的表情我最喜欢，小朋友学起来哦。辛苦的样子，然后转过来一副很帅的表情。好，大家看有什么感觉没有？其实大家不要笑，是因为你知道他的表演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那其实跟所有的魔术师跟刘谦其实差不多，他们只是一个道具摆出来，有人在帮他操作，可能是按个按钮，对不对？拉一条线，他在前面做动作而已。那表情其实都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
你只要觉得好玩，我觉得你都可以创造一些很神奇的东西哈。那我希望你们，我出来跟大家分享，我都会放这一段，就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学我一下，啊，免得以后只有我一个人在捷运被人家骂疯子哈，或者在停车场的时候，我女儿说：“爸爸，你又来了。”好像感觉些。不过，我觉得你如果，其实我觉得变魔术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说它是道具，那你怎么变都不会逼真。好，所以等一下请你注意哦。你要连自己都相信说这是我的法力，这是我的法力。那你在变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会不一样。我相信那个念力，你的这可以控制那个感觉，是不是很特别的哈？好，那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热身哦。才在外面发对不对？先发第一包那个最简单那个，就实际上面都可以买得到的。请他拿到第一包的时候，不要太失望，然后走出去哈。我们后面还有东西哈，我们准备很多礼物要送给你，先做母亲节的妈妈哈。小朋友立刻翻脸，对吧？可是小朋友都不快乐，妈妈也不会快乐，所以小朋友也会有。现在好了，好，把橡皮筋拿出来。我们的小朋友是幼稚园的，对不对？那最大的有国中的，有国中的，好，高中。OK， 好，那对了，我拜托一下，通常我们在变魔术的时候，大概这个角度以内的人比较容易看到，对，所以请这边你要多练习一下微笑点头哈，还有前面这里，啊，微笑点头哈，会啊，很好，来，好，其实每一次来我都会教一招那个大卫，知道大卫吗？大卫魔术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魔术，好，那今天呢，我们用的是橡皮筋哈。不过因为大卫今年没有空来台湾，所以他是透过网络教学哈，就是去 YouTube 下载他的影片就对了哈，可以把它看一看他怎么变的这样子。好，他其实做法很简单，那可能有很多小朋友自己买魔术的时候有看过这个魔术，那我也变了很久，可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卫用不同的方法来诠释，虽然我觉得大卫变起来，我也觉得怪怪的。那来，请你可以跟着我这样做，一条橡皮筋先套在你的食指跟中指，对，有人玩过对不对哈？好，再来，准备一条。我觉得这个魔术简单，然后大家开场的原因是因为它简单，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会唬到一些比较善良的人们哈，他会说哇好神奇哦，来，这个动作就很神奇哦，你把橡皮筋先套到食指。然后交叉中指，交叉无名指，交叉小指，好，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它被封住了？它被封住了，对不对？它被封住了。好，以前我都会用两只手偷偷作弊，那大卫教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观众会不相信你，对不对？好，所以我会把另外一只手放在后面。好，那我们现在握拳，你看到这个橡皮筋封住在这里。好，那注意看你的手要伸，手要伸上来，打开放掉，它会跳过来，会不会？会哈。跳过来了哈，有跳过来的举手。不错哦，好。不想让我慢，吓我一跳，对。请发现我们的握拳不是直接握，对不对？好，再一次，他也在跳回来，对不对？好，就跳回来。嘿，听说会这招的话，童年就不会是黑白的。好，来，我们再简单示范一下。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好，我先把这个不拿掉，拿一下哈。你只要把它往下拉，打开，让四个指头伸进去里面，四个指头都伸进这个圈圈里面，勾在你的指甲上面。你再把它往上撑开，它自然就会换边，它就会换边。好，再一次哦，一样可以回来哦。我把它打开，我现在只有套住两个指头，对不对？可是我打开之后，我是四个指头都放进去，所以这边看到是四个指头，我这边看到是四个指头，这边是两个指头，那你只要把它撑开来，它自然就会换边。可以吗？好，很多家长应该都会哈。小朋友，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不会，不要忙着嘲笑他，先教他一下，好不好？好，可以吗？好，还有没有人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对，我们反过来问，你知道怎么回事的请举手，你知道怎么变的请举手。好，数到下，跟我在教数学的时候一样的习惯。那边的三位没有举手的男生，你们是懂还是不懂？啊，懂？不懂？不懂？旁边交叉一下，套进去哈、哦。好，那来，我们先教简易版的。通常我们如果要练到一个手像大卫一样的话，有点辛苦，甚至可能大拇指会抽筋两天哈、哦。那我们教的，如果你变魔术这样变，大家好，我这样表演一个魔术，它套在我的食指跟中指上面，我现在让它跳过来，请注意看，鱼肉算数，一二三，这样子有什么神秘可言吗？没有，对，还要跟点名四个指头，对不对？好，所以通常你的这个拉的动作要隐藏起来，那我们怎么隐藏？那啊，大拇哥不，我们讲那个是进阶版啊，我们就讲简单的，两只手的。通常我会这样做哈，我会把它拉起来说，来，小朋友有没有看到我套在哪里？我套在哪两个指头上面？好，我是不是这样故意拉给人家看？通常魔术师很好心的时候，代表什么？他要作弊。好，你们注意看，我放在食指跟中指上面啦、啊，有，看清楚了哈、哦。当我绕向自己的时候呢，把这已经拉开了嘛，对不对？不用白不用，刚好把四个指头放进去。所以你看啊、哦，我这样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放进去，收回来。好、哦。然后呢？你可以两种手法，一二三，打开，有没有？还有一个像大卫，我觉得他大卫动作也不错，他遮起来以后打开再放下来。那个视觉效果也不错，但是切记有小朋友这样表演，一二三，好，那个所有的人都跟着这样，很辛苦哈、哦。好，那你可以试试看的感觉哈、哦。那大拇指怎么做？哦，我不晓得多少人跟我一样哈、哦，不是跟我一样厉害，跟我一样笨。我发现大拇指这样很难套，很难套，对不对？不好弄。啊、哦，真的吗？太厉害了，对啊，像我的话，我都会这样子哈，会稍微，因为它比较松，对不对？给大家看完之后，稍微往下一点，让它稍微，把它往上顶一点，让它往下垂。好，然后勾，那我做慢动作，勾放进去，离开，再打开，好，再打开。不过比较麻烦的是，大拇指比较长的人，我在我们班上，我连续表演了十几次，所有小朋友都说看到你的大拇指了，我看到你的大拇指了，我看到你的大拇指了。好了，给你看我的拇指了。好，那它是两只手，可是你可以上网搜寻看看哦。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魔术哈。可是我觉得它好玩的地方是因为这条橡皮筋绑在上头的时候，我发觉我接触过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有时候看到可以来一道简单的魔术。那玩这个的时候，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咦，好奇怪，怎么会过来？”小朋友知道他这样怎么过来的吗？他是翻过来的，对不对？哈，好，这样不行，因为我准备一些礼物要来送人。等一下我们有些大家来找茬的时间好了。好，那到时候举手回答的人，那我们送礼物好不好？哈，听说要贿赂一下观众。好，那好，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比较像魔术的东西。有没有看过电视上刘谦接着提他，对不对？哈，好，因为我觉得他在国内有算是一个蛮努力的一位魔术师哈。尤其台湾这种环境，其实他真的不像美国或日本的市场那么大哈，但他很努力。有没有看过他可以把一个螺丝戴在手上，然后用他的念力，然后那个螺帽会这样转出去，有看过吗？有哈。好，那我们今天没办法表演那个魔术，因为那个道具大概，我忘了我那时候订多少，1000多还2000多吧。好，那我想朱教授应该不会让大家每个人准备一套那样的道具哈。好，那好一样哈、哦。如果你有玩过类似的东西的时候，请你对我微笑点头。好，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罐子哈、哦，我应该准备大一点的哈、哦。好，这里面等一下大家都会有一份，一人会有一份哈、哦，所以请你要注意看我每一个动作哈。哦，不要笑那么恶心啊！你把它拿出来之后，这有三张牌，我把它先放在桌上。好，然后这里我把它倒出来。这里有三个螺丝，上面有套了三个不同颜色的吸管，跟三个螺帽。
我可以上个楼吗？好，我需要一个人来帮我，我数一二三好不好？一，哎，你们就学到一而已吗？数到三哦，一，二，三呢、啊？你要讲不给同学，我们讲规则好不好？我不要紧啊，而且我还以为会故意这样。光明正大，手放下面。一二三，梅花，哪边？这位，好来，弟弟啊，我们旁边有那个鹰眼在这里看，来，请你在这边，好，在这边，好，那注意哦，找人这一段你们可以不用学哈，因为等一下你知道，等一下就会有一个人帮你哦，大家两个三个互相一组，好啦，从这边开始哈，好，我这里有三张牌，好。请你伸出你的食指，随便点在一张上面。好，点住，然后把它拖过去，不要动。好，我们都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好，不要动它。好，再来，这里有三个螺丝，请你把螺帽把它转进去。我喜欢这样的魔术，因为魔术师很轻松，还可以打个瞌睡。可以啊。不错，我常常上来当助理哈，还蛮熟练的。也是不然，每次都有小朋友螺帽掉下去，给我吵得半死，我又得换一套。好，那转好对不对？好，检查一下，手今天不够紧，等一下，进去，放进去。好，我把它关起来。好，那现在是不是有三个螺帽在这里？好，前面的过程大家都看清楚了。好，那他选了一张牌，对不对？好，我把它放在上面，去感应一下。好，你会不会做这个动作？这样子，这样摇它，会哈、哦。来，请你摇。可以到两点吗？对不对？可以到四点。用力点，对，热情一点，屁股可以扭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其中有一个螺帽松开了，因为它是毛毛的，你的毛发很快。来，先把这张牌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会记错了。红色的螺帽开了，蓝色的那个还是什么？那我们看一下这两张，三张都是红的吗？当然不是哈，一张红的，不，一张蓝的，一张绿的哈。好，我们掌声谢谢。送你个小礼物。我的礼物包不见了。好，我准备了几个礼物，一个是因为最近在蝴蝶学会做保育的推广，那有很多蝴蝶的那个纹身贴纸，还有这个是所谓的动漫卡，还有一种是这些。这个我最喜欢的，我在班上会放好几个，然后他们下课时间可以玩，可是有时候我被他们吵到快疯掉。这个有玩过吗？这个就是这样，你可以就这样子玩啊，去看啊。那我们说它就是当然可以解释物理能量或者怎么样，那你也可以做这样子，还有什么替换啊？躲避科学的能量，一个怎么样替换这样？好，你助手特别多，随便挑一个，三个都要。好好，来，掌声谢谢他，谢谢。好，那这样这个就结束了哈，那我们来玩下一个。怎么没有人抗议啊？对啊，怎么变？我们现在等你，我们送你个纹身贴纸。哦，不然我差点接不下去，谢谢队长。哎呦，一身冷汗，有没有人接怎么办？真的要跳到四楼。好，那我们来教一下这个。好，大家会拿到道具来，先看一下。好，谢谢我们中央大学的这些大学生们啊。刚刚想睡觉
比较有精神一点。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可以猜得出来，刘谦他让那个螺丝那个螺帽自动转出去，大家可以猜一猜它是什么原理？有人可以猜得到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猜到？不一定对，有没有猜过？啊？离心力。嗯，可是怎么离心呢？我想是刘谦那个，对，怎么离心？对，妈妈一定有猜的吗？这是绿灰蝶，我最喜欢的。我今天也只会用，小朋友一定会。上次我们两个老师在弄了半天也不上去，然后一堆小朋友走过去，哦，老师，我教你，每个都会，奇怪。啊，来。老师，我猜，因为这边有这个，它这个盖好像这个打开了。哦，不错哦，你喜欢？我觉得他很热情哎。我送你我们台湾的国宝莲，那个宽尾凤莲，宽尾凤莲来。我喜欢有人跟我讲话哈，上课的时候。不过，为什么我的学生会抱怨？因为在课堂上你不可以一直送礼物哈，一年上下来老师会破产，对不起哈。好来，我先讲一下关键。对，有爸爸已经很厉害。嗯，这个，你要留下那个。怎么样？不用吗？谢谢你。来，来，请你先看到三张牌，三张牌。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有记号，对不对？好，看出记号了嘛？哈。有毛有。什么？因为有一个那个，还有那个。好，第一个，对不起，可能有人先看这个就没有跟我讲。弟弟第一个跟我说，弟弟你要哪一个东西？这个吗？来，有没有看出来？我在做一个大一点的图才对吗？有办法看吗？对，在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上面这个地方，你比较三张在上面这里，红色的是完全平滑的。绿色的是一边有多一条根出来啊，比如说有一个六根毛哈、哦，那蓝色的是两根都有，两边都有，看出来没有？好，如果你还没有看出来的，你就举手。那请同一桌的伙伴互相帮忙看一下。你们不要失望好不好，小朋友，不用演技术，魔术师。你以为真的是哈利波特吗？当然不是。现在请你把三张牌放桌上，然后其他的东西就先放旁边。来，我们先同时都变，大家都同时当魔术师。那等一下练习的时候，再一个当魔术师，一个当傻瓜，他轮流下。好，那假装你的右手是魔术师，你的左手是观众啊，是傻瓜，对不对？好，请你随便比一张。好，当观众比一张的时候，你需要瞄一下，或者是如果时间够的话，其实我一摆好，我是说请观众去把它弄乱，他不管怎么弄乱都没关系嘛，对不对？那他准备好的时候，我就会稍微瞄一下，哦，这张是蓝色。这张是绿色，这张是红色，但是你心里记住就好，不要念出来哦。哦，蓝色，哎，哦，绿色，千万不要念出来啊。好，来，现在不要擦哦。那观众选了一张，好，刚刚选的是这一张，我一看，哦，很平滑，两边都没有毛，什么色？红色。那，你当然可以请他说，来，你自己看。不要让我看到，不让大家看。可是我觉得，我喜欢那个魔术师，大家都不要看，那个效果比较神奇。我们都不想要买这种东西。好，接下来我请他做什么事，大家记得吗？请他把螺帽转上去，把螺帽转上去。好，抢答时间，怎么让他？你先举。好，请回答。你是急什么？你问我什么？好，来，我的问题是，对，我的问题是，你怎么让红色的出来？其他不要出来。因为你发起加上，想要发光的光。
你怎么会知道？都光洁，那你说看，你的理由是什么？你怎么猜到的？你有玩过吗？好了，两位，你要叫什么？没关系，我会让那个有礼物的就不要再举手，所以其他都有机会。你要哪一种？就这个吗？不会吧，我这个只占第八位。来，明年一个，听一下。好，没有错，来，好，很多人都知道了哈。他转了之后，通常魔术师要检查一下观众准备的东西。先不要聊，又在抽签。先不要聊，我就很担心东西发下去之后，就世界大战。好，可是你怎么把它转收？拿起来。给观众收一点进去，那不行，对不对？通常我会习惯，每个习惯不一样，我会把观众选的那个，我会第二个拿。所以第一个我做示范，第一个转紧，就是把它转很紧，好放进去。第二个，什么时候放松？就看我的动作，拿起来，手刚一接触，我的食指会比较用力一点，一拿起来，它已经松了。再看一次，拿起来，我一刚接触，它已经松了。因为你要转紧，因为反方向这样做，所以反方向这样做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左手它已经松了，对不对？所以你的左手把它捏紧，把螺帽跟这个螺丝都把它捏紧，拼命的转这个，像这边根本没有动，为什么？把它捏紧了，它状态是松的，懂吗？把它压紧以后，我就不信，好。你额头都会冒汗，这个脸很容易红的人红，那对效果最好。转得很紧，然后把它丢进去，好，再一样再把它转紧，丢进去。好，曾经有人说，我都照做啊，为什么转了半天都没有开？转错方向。注意哦，如果你的螺帽是朝里面，对不对？像我这样放，我的螺帽。是在下面，对不对？好，螺头在上面。你是这个样子转，这样转。如果你是反过来，就要这样转。好，这样转。这个有科学原理吗？我们用什么方式让它出来？应该是螺帽跟管壁的摩擦的方向吧。好，我再把它出来。好，现在来一次只能有两个人，一次只能有一个人动。我给你三分，一个人一分钟，两个人两分钟，多加一分钟，失误减东西的时间三分钟。把地图留变给另外一个人看，你要学习变给另外一个人看。好，先变我先提示，来，先把三张牌摊在这边。请他用食指，对哦，你要让他拿走哦。他用食指点一张，放在旁边。他用食指点一张，放在旁边。来，请小朋友自己变给你爸爸妈妈看。小朋友变给爸爸妈妈看，你学的一定要会变哦。全部都打开来了，妈妈知道我不会教我。你妈妈，你下次要三张都选，全部打带毕业班嘛，这上次碰到两个小学生，一个说他是国小四年级，另外一个说他是五年级，
我说好巧，我是六年级。他说不会吧，你看起来应该至少也是国中或高中吧。知道知道，很高兴啊。因为今年代班了，所以大部分都没有出来跑活动啊。所以要准备东西的时候，就忘了那个节奏要准备多少东西啊。后来算一算，发觉好像准备了四个小时啊。好，那我们尽快啊。这个东西既然有小朋友看过，那我想下一个东西，其实我会分享都是我喜欢的哈。那所以可能也有人看过，但是我想，或许表演方式不一样啊。好，雨婷，这个有看过吗？好，不玩了，收起来。好，那个麻烦先到外面十分钟再回来。好，知道的请不要告诉别人了哈。通常。就要看，如果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旁边的人一直在讲，我跟你讲哦，等一下那个男的从巷子里面冲出来哦，然后你会摔倒，对不对？然后呢，旁边有个喇叭，别人传了个狗屎，然后你们吓一跳。如果旁边一个人一直在讲这样子的剧情的时候，你会疯掉，对不对？哈，所以请知道的小朋友，请对着旁边的人微笑点头。好，那这个桌子，知道的人先不要坐，因为你一坐，除非你说老师，我已经研究了十年了，从我三岁到现在。一直没有成功过，那你就可以继续玩。好，那如果您知道的人，你就拿在手上握着，我就知道你懂。那我们请没有玩过这个东西的爸爸妈妈，先试试看。它的规则很简单，这里面有两个珠子，你就是让这两个珠子跑到这两端上面的地方。对，好，它叫做它是一种智力测验的哈。那你们大家不要压力，因为其实没有人教我的时候，我就偷偷看答案。你们常常都要搬的那些，因为我们有一个魔术师的聚会，两个月一次。那我们这种业余的，通常都会很好奇那魔术师到底怎么变的。那甚至有的魔术的秘密，我是混了一年多哦，他们终于忍不住说：“好了好了，我教你。”好，有的真的是很拼哦。那我们现在这个先发下去，这样好了，我先做一个示范好了，我需要一块布。好，没点错误。好，没事好，来。好，现在这个桌子在中间，好，在两个在中间。那我现在把它盖住，好，盖住，然后看我弄，这声音太大了，对不起，奇怪。奇怪，等一下，怎么会不成功呢？好了没？好，就变这样子就对了。好，不知道可以看得到，珠子在两边，在两边上面。好，珠子在两边。好，来这里试试看。通常正常的人一拿起来，第一件就会这样做。所以如果你没有拿起来的话，我认为你怪怪的。有没有拿到？那个摔下去，这种道具它是很便宜，国内仿制的，所以你把你上面那个塑胶片同学起来，把它压一下。不是，我不是送给那个会的，还是一个送。来，好，都可以了吗？都可以了啊。好，那我讲一下它的名称，大家都知道它怎么做的。这个东西的名称叫做智力旋转珠，至少魔术界是这么叫的，智力。旋转珠，可是它不叫做智力旋转摔到地上珠，啊，所以转的时候技术要好一点。啊，如果你要变魔术的时候，用衣服盖着，对不对？手脚都该忙了半死，对不对？你要会单手转，你不能单手一转跑出来，大家都转旋转哈，用单手那里旋转，单手好，那做的比较好。
单纯在原地转，那当然你要表演会比较好。好，大家发觉老师越来越大方，越拿越大罐。我又不是那个大陆团在卖药，对大家，我先不会给那么大罐的，这罐是我专用的，那表示老师跟大家不一样，对不对？好，大家看得到这里面有一颗什么颜色的？骰子什么颜色？黑色。好，注意看，一二三，变成白色，好，变成一个白色的。死都不承认。你们看到什么吗？啊？盖子，看看，盖子，盖子在这里啊。盖子没什么。好，这个在一般的魔术店里面啊，原版刚从国外进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去买一个，好像600多档，我忘记了。但是后来国内仿制之后，你可能120就买得到。那后来呢，连那种玩具店都买得到，3罐100，啊，就越来越便宜一点。可是我试过，我晚上买，我试过，它那个质地很弱，所以你可能在试前，你的手势要很准，而且呢，可能要先拜拜一下，啊，或者可能要念一下阿弥陀佛怎么样，它有可能会粘不住，会铿锵，哇，一颗变两颗，因为黑的跟白的同时出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那我准备了这个比较强力的磁铁，所以也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这个罐子你要放的时候小心一点。但你也有做别的玩法啊，小朋友可以拿在桌垫下面，有没有？上面放一个小磁铁，大家可以跑玩各种游戏。这是刘谦，我本来想要设计另外一个玩法，就是刘谦表演过让扑克牌，然后偏一点，上面再架牌，再架吸管，好，那个叫做不可思议的平衡啊。那我设计半天。总是不太满意，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说，那我觉得这个平台可以再用。那还有我刚有先讲啊，我今天是来穿帮的啊。好，大家会让它吸在上面，对不对？好，那你真正买的道具呢？它当然会再把它贴起来，你会看不到磁铁，但它会吸上去。那它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爆炸伞。对，就哦，我说上课玩东西要没收。我都看到我没有玩过的玩具，或是我女儿喜欢，我就说拿出来玩，拿出来玩，很久就没收。好，它有个名字叫爆炸伞，就是原版的话是一个黑色的伞子，里面藏了8颗小伞子，所以你一爆的瞬间，会，太多了。等一下，小朋友如果手比较短，要放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我的手也很短，糟糕。啊，将就一点好了。它的效果是这样子，我放着伞子以后，它往上一抖。好，这个叫穿帮，好不好？用小的比较好。好，那用小的你们做做看就对了。你会发觉，我们大家想象好不好？想象一下，罐子、骰子，黑色的，想象好没有？往上轻轻一抖，啪，一大堆黄色的豆豆在那跳，好像那个骰子爆炸一样。好，那原版的是8颗小骰子。不过那个东西如果给小朋友，我的经验是，他可能回到家里就剩下6颗，然后明天拿出来表演的时候，看剩下4颗，啊，然后3天后妈妈就要帮他去找那个小骰子，不好找，好不好找？那所以我想，我们用 DIY， 然后 DIY 自己试试看。那我也希望小朋友可以知道一下，很多魔术道具的设计，等一下我可以分享另外一种，比如当这个东西别人在卖很贵，或者它的品质不好，好，那我们怎么去动脑筋去找适合的材料去改良它？那这个是我这2-3年，我跟着很多我们台湾，可能北中南东，啊，包括像朱教授一样，就他们时常在动脑筋去改良我们身边的一些器材，当做适合的教具或是玩具这些东西。那我就想在那里学蛮多这样子的哈。那我们等一下大家来试试看 DIY。好，那等一下大家会拿到的罐子，对，罐子，哦，很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然后被我扣在这里。就是、小朋友，你会发觉你的骰子做完之后，那个纸的骰子，它真的会比这个罐子高一点点，会有黑色的。所以，就在我表演的时候，我会稍微倾斜向自己一下，好像自己。或者，如果你觉得它的高度够，你可以把那个多的地方剪掉，会比较好一点。当然，我有朋友安慰我说，你这样一晃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是那个骰子的部分，上面比较不会看到。好，所以不要太停留太久，赶快把盖子打开来，倒给大家看。好，啊，提早开箱过程，啊，现在先 DIY， 你们拿到的罐子里面应该是
这个罐子先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个磁铁？有磁铁啊。好，这个白色的骰子跟这一包 BB 蛋是让你用两种不同的效果，不是叫你同时把两个塞到那个骰子里面去。哦，两不同的效果。另外一个是一个小磁铁，另外是一个小的，我们在教具的时候，哦，那你书局都可以买得到。书局买到的，你说你看，书局买到比这个大，哦，比这个大大概三分之，再大三分之一左右，哦，所以我昨天时间把它先修过，哦，那剪的时候，对，沿着白色的这个那个粘贴那个白色的部分把它留下来，然后再贴上双面胶，啊？剪掉了，剪掉了。其实我的第一盘是剪掉的，我假设我就用胶带直接缠外面，胶带直接缠在外面都 OK。好，妹妹很好，不错。剪掉没有哭？剪掉没有哭？是妈妈剪掉，妈妈更勇敢，妈妈送你个。这是什么羊羊？沸羊羊豆瓣卡。我们会玩吗？好，这个我很好讲一下。如果想不要拿这个的话，因为都不介绍都没有必要，好像我。好，这是一种视觉的效果。你把这个板子这样移动，好，这样移动，这样移动，它就有那个动画的效果，好像它会动一样。好，这叫动漫卡，那它有不同，它就是龟派的，它会动。好，这个我觉得很喜欢哦。我们如果老师都喜欢拿这个来送来当礼物哦。以前那个谢福宇老师来的时候应该送很多这个吧？没有。真的吗？他介绍我买的。来不及送。啊，因为早期的是黑白版的，那现在彩色版的不了，出来就很快就缺货，就我剩下几盒而已。好，会剪吗？好，剪完之后你把这个，哎，小朋友。建议一下，双面胶你要试之前，你的那个这一张板子材质，你先把该折的先折一折，先把线折好，不然你双面胶如果先撕掉，又会不好折。大家可以一边做一边看我这边的效果，啊，其实就是这样，然后缝一下，变成一个白色的材质。那我用珠珠来啊。好，会用这个管子，会用这个叫什么？罐子，谢谢。会用这个罐子的原因，常常让我们小朋友提醒我，老师想到哪里？最后说应该也会吧。用这个罐子原因是因为手的长度大概勉强刚好可以到。哦，大人没问题，小孩子太小的会稍微吃力一点，哦，那刚好可以放进去，大家把它盖起来。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用那个珠珠的效果，不能抖得太用力，等一下穿帮同门。我建议你的珠珠不要放超过8颗，我觉得太多了以后它会把那个盒子往上抬，哦，这样一放以后会变成这样堆，就会碎碎的黄色的。其实我本来想说很多小朋友，我本来想把版本改良成，我一晃之后，啊，变成一颗糖果。可是大部分的糖果小的够小的都没有包装，所以这样玩大概爸爸妈妈也不敢让小孩吃，对不对？啊，也浪费食物。那够大够长大的就是牛奶糖，可牛奶糖太大了，啊，就太大了。所以没人改良嘛，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其实就让小朋友自己画也 OK。或者其实用电脑印呢，我是用 Photo Paper 做的，因为要量大小比较习惯。我喜欢印的时候，其实大家拿到的那个纸伞子哈，有两种尺寸，一个的边长是1.5公分，还有一个是1.4。我的印表机就不太跟我合作。来，每个家庭至少能够做出一组出来吧，哈。
有没有哪个家？有没有哪一家人还没有做出来的？都可以哈、哦。来，我们先简单的效果就是很简单哈、哦。第一个，你把伞或是你要装的任何东西，把它放进去，放好倒过来，好盖起来。所以其实这个魔术你没办法说交给观众检查。好，如果有人硬要检查怎么办？用你的生命来维护它，对，没办法，真的不行了，对不对？好，那像我是装大伞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伞盒，不是那种小柱子的话，你可以用轻微的左右摇动，都 OK。好，那我们这个 DIY 版，我说过，因为这个盖子稍微我有加的时间，所以它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会斜向自己一下，像我这样子太高，但是我是跟朋友同样高度，或者跟小朋友，我要拿这个样子往上一二三抖一下，就这样。晃一晃，这个要这个角度你们看不到吧？看不到才是吧哈。然后把它打开来，倒出来给人家看。好，就收起来。那如果一样，有人要抢这个呢？对，谢谢，对吧？用生命为舞台，10万块给。因为原版的魔术道具里面。他变完之后，把它倒出来，他也不会给他看。好，那有时候很多魔术师用到所谓的替换。好，比如我把一个汤匙，啊，对，比如我把这个折弯掉，那么那可能是道具，可以折来折去的。可是呢，我可能在观众不注意的时候怎么样？好，我替换，换掉一个是真正弯掉或怎么样，让你做检查。好，那这是简单的魔术的，这段会拖出去吗？切了你。好，小朋友可以珠子用少一点比较好，免得有时候珠子太多，放8颗可以吗？你的黑伞子不会翻跟头吗？不会，厉害哦！我希望可以延伸。哦，对啊，变魔术的时候你的伞要怎么样？有自信一点啊、哦！不要上台的时候话都不敢讲。哦，对，请记得开口朝下，因为你的。开口朝下，你的词典才会在上面。应该知道吧？这个不用讲吧？耶、yeah, ，没算。讲完用到家长费，对不对？这样子好了，等一下如果有人真的非常的累，然后你觉得无聊，想要睡觉或者打哈欠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刘谦表演魔术，好不好？好，如果大家精神都很好，那我就不先不看了，好，可以吗？好，有人打哈欠，我们再看哦。你就为了刘谦伤害这么脆弱、这么善良的老师的心吗？好，我们看看刘谦，这个是他在大魔镜表演的其中一段，大魔镜，可能有人看过，那没有那么简单哦。那个有看过这段的举手，你看你可能现在想不起来哈、哦。那这段过程当中，其实刘谦把一些我们平常对于啊，稍微我买一罐来忘记了，顺便可以喝哦。啊，他那个都是那个那种饮料。大家看过程啊、哦，因为网络上装的，所以可能不是非常的清楚。那其实有人曾经说哦，他去。参加很多研习活动，那很多比如教授或是老师他们讲的东西，都感觉会比较清楚，比较知道原理。那听魔术师讲课，好像都不晓得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刚刚讲过，魔术师不可能让你知道他的秘密，对不对？他不管是用科学的或用手法的，他就算知道，就算观众猜出来，他要装傻。哦，就像罗宾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在变到一半，突然间肚子从你口袋掉出来，你要不要承认肚子是你的？打死不承认，不知道过谁的，对，他不可能让你知道这个东西、哦、那甚至在过程当中，他会制造一些假象，所以你说，哎，魔术是什么？怎么这么笨？这个都不懂。他有时候是让他是装出来的。好、哦，那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地方，我在我的自然课会让小朋友大家来找茬。当然，小朋友容易猜得出来，是因为我到那个单元我才会播，他们有方向可以猜。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当然很多可能我的观点说不定根本就没错，对不对啊？所以请在座的各位专家大师，他帮我看一下这一段。来，所以有个地方，
等一下，等一下，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你觉得哪里怪怪的？那个他衣服歪掉就不算了哈。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推，这个是饮料，好，是我们刚才请工作人员到这个便利商店去买的。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它全都是碳酸饮料，碳酸。碳酸饮料很好喝的啊，汽水啊，可乐啊，哈、哦，苹果汽的。请了两位艺人上来帮忙，来迎接，大家看到这种来迎接，欢迎走到欢迎来欢迎来欢迎。永贤姐，这是你的位置，大家的掌声鼓励一下。看一下这些饮料有没有问题。看一下，可以摸，拿起来，不要摇就好。好，现在让你们做一件事情，一人跳一段起来，一人跳一段，随便拿哪一段都可以。太久没有喝啤酒了。接下来就是我们请到这边来。好，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在魔术的现象里面的 transportation？移动物 transport 比如说移动物体，对，好，在魔术呢，我们叫它转移现象，就是把东西从 A 点移到 B 点去。但今天要表演就不一样，很特别。好，我们就是要移动无形的东西。为了证明我会偷换到这两瓶饮料，所以他想无形的东西，对，选一支。好，请在外面的白色胶带上面签上你的名字。证明呢，这两个饮料呢，就是你自己挑选，而且绝对不会去偷换它们。所以呢，这两瓶饮料呢，现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两瓶饮料，对吧？好，请看。现在呢，我请位来宾，分一个好了。好好好。我刚刚跟你串通过。没有。没有。我要现在摇一罐。嗯。好，你觉得我要摇哪一罐比较好？随便说。摇取悦你手上的。摇这一罐。嗯。好的，节目效果不错。明显，特地请所有的艺人朋友也一起摇起来。小唐摇得如此卖力，好，摇得更快一点，待会儿气不要爆炸了吧？好，当时要汽水这样摇，结果会怎么样？会喷的，会喷东西啊！所以现在大家都怕这一罐。上面有写“曲爱玲”这三个字的饮料呢，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一罐饮料。好，如果把它打开的话，它就喷的到处都是。如果这样喷的话，哎呦，有点厚。好，所以呢，现在我要做什么呢？刚才我们的主题说是 transposition， 我把里面的碳酸气体的进压者拿出来，放到这一罐里面。我再重复一次，我把里面的气体拿出来，放到这一瓶里面去。先说一次哦，等一会儿呢，当我把气体转移过去之后呢，这瓶胆还会喷出来，这瓶胆还没有事。真的。好，有可能吗？这个魔术的创意来源呢，是有一次我在坐电梯的时候，班主吃太多想放屁，刚好看到隔壁有人在喝饮料，我就转移过去。这个很可爱，好可爱，我老公好喜欢放屁。准备了。好，注意。各位，我看到碳酸长什么样？大家来找茬一下，你们觉得哪边？
有没有没有举过的人先举，好不好？听到最后问你，你们要说什么？你们要说什么？没没有，有没有其他人？听你们讲过没有？说说看。那他为什么把那个汽车上面那个塑胶盒放下去？先拿走。他有先拿走吗？好。肯定有提问题啊，来，先给吴伟共鸣，对吧？对，吴伟共鸣。我想问的其实说，我们从科学或者物理化学的观点来看，哪个地方事实上是不合理的，或是有问题的？或者我们要讲清楚一点啊，因为我们在我跟小贝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是在讲到，请问一下，他刚刚碳酸饮料里是什么东西？碳酸什么气？会氧化氮，对不对？好，那他刚才做一个动作，大家会 A 一声有没有？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冒烟。对。然后呢？会氧化氮，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对，里面有一点啊，虽然看不到，对不对？好，当然，为什么刘先生要故意制造这个效果？因为如果他说大家看一下什么气体，然后说看不到啊，这样就魔术效果。没有，哦，所以他必须要制造，他是把两个魔术把它结合在一起，我猜的哈，他把它结合在一起以后，就是秀出那个效果让你看。但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二氧化碳的话，你应该是看不到的。可是为了魔术的效果怎么样，他必须要这样子做。哦，所以你看到现场的人，如果你听到刚那一段，旁边人都会哎一声，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讲魔术师，有时候他为了一些效果，有时候他会故意就是制造一个夸张的东西。那我就知道，但是如果你从科学观点来看的话，你要找茬的话，那就很辛苦啊。那我再同样，那个应该是干冰吧？干冰，一个一个来，先解决这个。你要礼物吗？不用，谢谢啊。要什么？过来一下，弟弟来，你刚拿过什么了？都拿过了，还差一个。集满的话，跟人家换面。等下三个可以跟我换面子一包哈。对。好。我送他礼物是因为，他还是跟我们一样属于企鹅家族的，因为他非常的锲而不舍。对不起啊，不是国语程度不好，是故意讲那两个字，你的传出去不好听啊。好，我觉得他非常的非用心啊。大概讲一下，那个不是干冰的哈，不是干冰。那个道具我曾经想买，太贵了，就算了。而且我们国家老师每天在课堂上面啾啾啾，很怪，对不对？很怪，不需要。好，那我们进行到下一个哈。啊，这个东西，来，请告诉我，这三个东西哪里不一样？它有什么东西不一样？观察你来看，第一个，扑克牌。好，有人说形状不一样，还有呢？材质不一样，还有呢？功能不一样，还有嘞？直接说，这边不送礼物。颜色不一样，还有没有？形状，看讲过。啊？气味不一样。效果不一样，气味不一样。啊，对，中间那个是提神专用的便便，对。好，还有，重量也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你看到它的联想也不一样。不一样，心情也不一样。还有我现在讲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的声音不一样。好，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包括什么声音？这样对不对？便便呢？扑克牌呢？扑克牌没有声音，便便呢？便便是有声音的。啊，扑克牌难道真的没声音吗？扑克牌也有声音啊，其实这个也有声音啊。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我手上就没有东西。好，我好吧，承认好的。太大声了，我手上没有东西。最喜欢在草地表演魔术，为什么？往下一丢。毁尸灭迹哈，好，这个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后来发觉，因为这个是魔术店买的，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每个到魔术店去。后来发觉我们身边的很多玩具店啊、水源商店啊，它就是个小鸭鸭。哦，那我想看到小鸭鸭，你会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温暖。
想要放到澡堂里面去，让它可以在里面，非常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好吗？那个笑容，你不有感觉吗？非常的可爱放松，对不对？小燕把它拿在手里面。等一下，我教你怎么按手比较逼真啊。好，这个手表，这特别镜头的哈。那个曾经有一次我去那个台北的信义基金会，那时候那个是亲子活动，对不对？那办完活动之后呢，我就带一个鸭鸭，然后小朋友在那穿鞋子，我就跪在他头上压一下，结果后来不得了了，全部的家长都拜托我站在门口，小朋友拜拜 QQ 拜拜 QQ， 每个头上压一下才可以走，还有小朋友用我压他的脚。好，这样我觉得感觉很好玩哈。好，那这东西我觉得很多身边的小东西，我今天带很多，有些是希望大家知道，其实身边很多小东西看怎么玩，但只要你有一个爱玩的心，这是我的结论哈。大家都可以玩哈，够不够？够不够吗？来，好，我先讲一下。有人说我的手太小，鸭鸭太大。这个地方看得到吗？这样子。你自己这样看，自己往下，朝下，啊，因为你要压，对不对？食指先伸出来，食指伸出来，然后你的中指跟无名指是对着丫丫的头，或者你看你要这样拿，或这样拿都可以。然后这样子，有没有没有声音的？有丫丫天生就，我看看。他看到你就说不出话，他很喜欢你。好，那我手那么小，来，好教一下啊、哦，来先看一下，并不是你这样乱按就像，就是要看觉得像不像。我教的基本动作，有的人学了之后啊、哦，食指拼命按，或者真的忘了按，或者这个还没按就。这里不像，对不对？好，这动作是这样子哦。这边就位，这里就位，对不对？先摸到物体，先摸到，摸再用力。做这个动作，先摸到再用力。你不要让你摸就只用力，这样不像。先摸到再用力，对，不错。好，先摸到再用力，先摸到再用力。好，你就发觉有一个声音，好的模仿，如影随形的跟着你。我要提醒一下小朋友，或者爸爸妈妈也一样，如果你泡澡的时候把它带下去泡，要表演的时候先把水先喷干，因为一揪就，说明你的手都在冒水，对不对哈？第二个魔术效果，我不知道。什么问题？再讲一次哦，先压住，再按。那你要练到什么？非常的恐怖。好，练到什么？那我先讲一下，好来，好，我不要听到啾啾啾的声音，五、四、三、二、一。这个是国外有一个小丑魔术师的表演模式，那他是拿一个这种东西在手里面，这样大家不一定看得到，因为小丑的衣服很大嘛，很宽，就是这样压，他这样压，然后请小朋友上门。那其实我有建议学校一些想要去考科代课老师有没有？他肯定要小朋友，因为我们会教数学的各种形状，我们不是有这种积木嘛，各种的形状、方块、颜色不一样，所以小朋友一人拿一个，然后再过去按。因为我这个会叫，因为我这个不会叫，还有这个会叫，这个不会叫，然后把它用成这样子的东西来玩哈、哦。那我它的好处是你可以放在口袋里，随身带着。像我就常口袋放一个，因为小队长会说：“哎，魔术老师变个魔术吧。”我说：“没办法，我就去教室看一下。”哦，这个老师的照片哦，哎呦，好特别哦。那个这个怎么会叫？那个，哦，这个字不错哦。哦，这个就没有哎。哦，这个会叫。好、哦，我就要到处走，有时候就故意走到一二，因为我们教高年级，有时候被高年级气得半死。这里就有高年级，不好意思啊，对不对？不然我会被高年级气得半死，我就故意站在这个，然后走到一二年级的那个教室去，还就进去。啊，所以
方向，为什么要故意按黑板？他只能看到这一面，对不对？只能看到你的这一面，啊，你按，甚至你按自己的鼻子都可以，这样子按，啊，那有的小朋友忍不住会这样子，哈，我要按什么呢？哎，你的手好怪哦，对不对？所以你要玩这个，你要有个习惯，啊，我都告诉你我自己的经验了，你要感觉什么？我觉得好厉害，我可以粘在脸上，丫丫粘在这里。我一定要送你礼物。这个你要想，很多人拍照不都会讲说，我的哪一面最好看？啊，我的背面最好看，我的头顶最好看，对不对？你要想象你拍照的时候，哪里最好看？这里最好看，所以这里永远要面向着观众。不管怎么转，都是正面朝前面，才不会穿帮。当然，你要故意都这样，这样好怪啊，对不对？啊，就是你的动作朝这边这样去按，朝下或怎样都可以。好，那我另外一个经验，因为前几个冬天的时候，我会加一个东西。我们刚刚玩过橡皮筋，对不对？我们把橡皮筋弄成长状，又是有弹力。好，那这边又出卖了魔术的一个东西哈。职业的魔术都会买专门的道具。那我们这种业余的，或是我们一般的家庭，小朋友要上台表演魔术，很简单。你把橡皮筋串起来以后，这一头用个别针别在你的衣服后面。哦，我想的是外套先脱下来别，好，不要自己这样别哈，到时候扎到满身都是，变成岳飞对不对？刺了一个字，别出来以后穿过你的外套的袖子，穿袖子出来，然后另外一头别在你的丫丫或什么上面。所以呢，我在表演之前会用手伸进去，比如橡皮筋大概到这里而已，橡皮筋不要弄太长，垂在这个地方。它缩不回去，我们要用的橡皮筋的弹力，对不对？所以它比较短，你把它拉出来，然后手再一拼，它就有一个很强的弹力在这里。好，那你不要这样子哦，这样子很难看。你要去按完了之后呢，手一放掉，它会缩进去。没有啊，没有东西啊。好，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制作看看，因为夏天。哦，我这个图就没有做了哈。如果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就是反正长你的袖子，它做一条橡皮筋，然后缩围就可以，缩围就可以啊。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在学校第一年级为什么可爱？你怎么按怎么压，我压30次，他们笑30次。但是高年级压第一次，大家动作都一样，冲上来抓你的手，我要检查，不行。发现都没检查，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怎么样，知道按完之后手松掉，什么东西没有啊？没有。好，我这边把它拿出来，再做一次。所以大家顺便想，如果你这样毁尸灭迹的话，给我留下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好，那这是丫丫，有问题没有？我们一般身上买的像这个丫丫，你说什么？拿个小 baby 玩哦，不然会塞进去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学生上面的东西偶尔玩一玩，但是我们不想他来源，他算是喜欢点玩具的。可我觉得大家谨慎一点，玩一玩就行了，然后不要塞到嘴巴去。是这样子是哈。好，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买的魔术道具里面的第一个，简单而且可以自己做。好，那可是我觉得效果其实不错，越简单的魔术道具，你就担心小朋友说啊，这个我家有几百个啊。不过这个后来我很少看到，我第一次买的魔术道具是这个，圣诞老公公，它有两只，啊，那哪一只比较长？一样的我再给你擦眼睛，有没有看到？是蓝色比较长，红色比较短。那我不知道这个圣诞老公公是不是红色的，穿红色的衣服。那他一出来的时候，我发觉不行了，我比人家矮，怎么可以，对不对？好，这个魔术道具，我说它是我买的第一套。好，这个纸你看已经经过十几年的，都还不错。好，这是特别进口的。好，那它有些特殊功能。那通常它可以用法力，可是魔术师没办法那么多，也是我们知道，因为它本身的设计。稍微把它拉一下，好，真的是的，所以你拉完之后，你会发觉红色的变长了，红色的变长，那当然蓝色有一部福气，蓝色说我也可以变长了，所以你可以拉，
等一下，看开关在哪里？在这里。开关，好，它有蓝色的变长。它放下去的时候，那个长度。哦，它又变了。它又变了。视觉效果。好，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网站上输入“错视”这两个字哈，错视。有人讲错觉，但我觉得它。觉得是一种感觉，对不对？我觉得它其实，所以其实我常常用这个来跟小朋友玩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在玩科学的时候都会讲什么，眼见为凭，对不对？可是你觉得眼睛看到真的对吗？其实包括我们生活上很多事情，你看到的部分，它不见得代表是真相，所以我们通常都要再去追寻或者求证。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用做事来当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哎，小朋友比较容易理解。好，他你眼睛看到的这个不一定对。好，所以有时候你跟你的好朋友吵架或干嘛，稍微想一想。哦，宝宝是你误会了，对不对？啊、哦，你爸爸妈妈那么关心，会不会你误会他，对不对？哈、哦，可能不是真的误会哈，不知道。好了，那这个东西，这个道具我后来现在买不到了，啊、哦，所以我们有朋友有自己做，那我请他授权给我。我们要自己剪，东西要自己剪。啊，放大版是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看一下放大版。这样子。看得出来吗？好，那通常我觉得它的技巧是我下面给它对齐，这样上面就会这样子。啊，请问一下，为什么你的眼睛会认为这边比较长？因为它越来越斜，因为是弯的关系。它弯，然后呢？它比较突出，突出来。好，看起来比较突出来，对不对？其实，等一下你就这样子，你去看啊，你拿到手你先看，先不要剪，你一拿到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会感觉说好像上面的红色会比较短。那我认为是，其实网络上有很多错视的图形，我们人的眼睛其实很容易把什么，把相邻的线条做比较。啊，所以当我这样拿的时候，它们相邻是这一条跟这一条。那我觉得我们人眼睛很容易被这一段的感觉去影响到，啊，去影响到，好。所以你们投票都会，每次选模范生都会选自己的好朋友，都会被你的感觉影响，对不对？好，那这个要发之前，等一下，我记得我还有一个东西。好，这个我本来准备放大。等一下。好，我们看一下上面。好，这个东西呢就不用自己剪了哈。这个呢叫做。蓝猫跟红猫，哎，都是黑的啊，对不对？能够放大一点吗？你看它脖子上面的那个项圈，啊，我们看一下，蓝猫跟红猫，这我的手太粗了，两只看起来是一样的大，一样的大，可是我们知道，距离是会产生一种，就是说我距离越远怎么样？距离越远，你会感觉越小，对不对？好，距离越小，距离越远。所以我们把红色的放得远之后，你会觉得红色的怎么样？变小。蓝色的变大，红色的变小，对不对？好，那这个我把两张人在一起给你看。红色真的比较，它真的变小了。红色的比较短。有看到？红色的比较短。好，所以。这两组是相同原理的魔术，但是它的设计不一样。等一下你拿到，你可以比对出来两组为什么不一样啊、哦？所以它的演出效果也有点差别。那这个啊、你可以一个家庭至少先请这个两组自己玩一玩。那另外一组我们也是每个人会有一个。对 ，OK， 有剪刀吗？有。哪一边？一边看，那我知道有人在，有人在操作，对不对啊？那前面同事听一下我讲好了，请问一下，这一张我们知道红猫比较短，对不对？所以你要表现给他看两个一样长的时候，应该谁在上面？先问一下，上面跟下面哪一个看起来会变大？下面。下面因为他们相邻是中间两条线，对不对？下面的上面比较长，所以放在下面比较长。所以如果你把蓝猫已经最长了还放在下面的话，是比较起来红猫就特别的短，对不对？好，红猫特别的短，所以你在表演的时候应该先把蓝猫放上面，
把蓝猫放上面，让红色的放在下面，这样看起来红色跟蓝色会一样长，感觉会很接近，感觉很接近。那不管你是要用我刚刚讲的哦，距离的时候，把红猫往后移，离看的人越来越远，它会变小，然后把它移回上面来，它真的变小了。那你把它移对一下，它真的变短。好、哦，这是近距离的效果，因为它很小，所以它不适合在这种班上表演。所以小朋友如果你要表演班上看，你就不能做这个表演。那你可以自己，都会自己做。你在纸上画两个同心圆，然后把它剪，对，剪成一个弧，一段弧形，剪成一段弧形都可以。那看你是要两段一样长，还是一长一短，就可以表演。我在学校的科学课程里面，就是自己让小朋友去，他就我就是用同心圆来制作，好、哦、制作这个东西。好，再讲一次哦，比较长的蓝猫，你要放在上面，两个看起来会一样长。啊、哦，比较长的蓝猫要放上面才会一样长。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哦、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做业务的，他的包包里会放这种小东西，啊、哦，因为他可能跟朋友聊天，他说哎逗逗人家的小孩子一样，拿出来随时可以玩，啊、哦，随时可以玩可以秀的。他说逗邻居就很棒。好，如果有的小朋友，哎，不错哦，你觉得说，我拿在手上太小，对不对？我把它放在桌子上，放在桌子上比对，让人家看会比较清楚，你的手可以离开，会比较清楚一点，像这样子。你都可以用你自己的故事去说出来，你怎么去变这个魔术？用你的台词跟我的台词，好，自己去编，自己编。好，接下来，因为我们剩下十几分钟，因为我至少还有几个，怎么剩几个？两个，至少有两个东西哈。哎，本来表演比较少，本来应该简单，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考察的东西，没让我先简单一点。好。有没有看过魔术师在电视上面把汤匙用念力折弯？大家都看过对不对？神不神奇？很神奇哦！我很想表演那个魔术，可是我看了道具以后，我就觉得不好表演哦。可能是我觉得我个人的风格不太适合表演那样的魔术，把它弄弯哦。那我讲过，有的我那个方法不止一种，好、哦、像我的朋友教我。好像我那种汤匙真的是被他弄弯的，可是你看不出来，我那个手法很厉害。好，那有的当然是用道具哈。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具，汤匙用画的就好，非常的简单哈，用画的就好。好，要不要看我弄弯？要不要看？要。这么简单你都要看吗？当然是用念力，对不对？放在手上，快点好不好？快点快点，赶时间，再起来，再来一点。好，把它弄平好不好？哎，对，这谢谢爸爸，把这补平。大家都知道简单，对不对？好。下面就是神奇，把它弄回来，注意看。很好，有小朋友说有线，我很高兴，终于骗到有人。
中平的道具还弄一条线多麻烦啊，对不对？好，他说磁力，不要闹了，好不好？这里装磁力多贵啊，嗯，这一张可能才10块而已啊，对不对？好，好，这一张哦，简单，好，力学，只要放在手上，它自己就会弯的。好，你把它离开你的手，有弯好快，它自然就。你可以用任何手势让它平，啊，像我是喜欢这样子往下拉，或是这样子，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法。那这一张纸，我在上上个礼拜，刚好我们跟一群魔术师聚会，有业余的聚会的时候，全部的人开始玩这一张，其他都玩过。他说有日本进口，有韩国进口的，什么什么的哈。那我有看过有人把这个做成名片，就做成名片的时候我送你，就我给你看。他送你，你就会想到里面，就会乱丢啊，对不对？好，这边都会乱丢这样子。那可我用这个成本，我在想是不是有教授可以找到这个材质？因为他们讨论半天以后，开始魔术师有时候他真的是不知道。好，那我们谈半天没有人知道，那原理是什么？我在学校跟老师讨论，大多都是这，可是有魔术师试出来，水也可以。而且说是这，对不对？那天我在教室玩，然后无聊玩都在桌上，它温起来了。再说我的桌子，木头桌子跟整个空气温度应该差不多吧？它居然也温起来了，跟这里又不会啊。所以反正每个家庭应该有2-3张，对不对？我甚至做过一件事情，我想说会不会是这个汤匙跟这个纸两个材质不一样，所以它的收缩系数不一样，有就温起来。可你发觉你这样放它会这样弯，你这样放它会往上弯，它都是往上弯。可以看，它都是往上翘，啊，所以有一次我就把那个汤匙不会把它割掉，它还是倒歪的，所以有时候很抱歉，这张纸我要告诉大家一下，老师有时候也是很笨的，需要大家帮忙找出答案，哈。那如果你们找不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笨比较有派，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玩玩看，谢谢。而重要的是你的眼神哦，放上去以后，眼神要想是你在控制它。你要很专注的看着他，或者露出一点微微的，你的法力产生笑容，跟那种笑容，奸笑，那种感觉。老师，你有答案了吗？所以有魔术师说，你的手握搓一搓，像小球比大球快。你的手搓一搓以后，它会很快，对不对？哦，手就会很快。可是有魔术师在讲。他在上场表演之前，他用手指头沾一点口水画一条线，再放上去，也很快。我用过水站在中间，中间弯；站在边边就边边弯。好，所以我在可能都可以哈。眼神要很锐利的样子，念力控制他，跟控制他。好，露出一点微笑，代表你在掌控他。微笑是大笑哦，微笑。除了拿酒精在下面，这样我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那有的东西可能就桌子一点，没关系。我先做一下，先看这个有没有人看过这个道具？这个我听说在科教馆我没看过，科博馆还是科博馆不晓得。啊，这个东西我一直很喜欢，我在网络上。看到之后，哦，我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哈，哦。那你就发觉，你就要这样旋转，它就往上跑，然后你往下转，再往上。我不是要点头微笑吗？我看少女的比我要微笑死。你需不需要这个礼物？可以哈。开玩笑的，其实不错，很好啊，哦。因为我们班上有30个学生，我已经被吐了大概60几次了啊。老师你无聊啊，一直在转这个东西，怎么看怎么感动，他就还是吐我哈。他那个感觉，他会一直往上转的感觉啊，哦。那这个也是，其实刚刚那个错事，其实我觉得它属于同一种东西。我觉得我们的眼睛会被什么？被哪个骗？被螺旋哦。那我想分享这个过程，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很喜欢。那其实看了好多年，可是一直找不到去哪里买。然后上个礼拜我去跟那些魔术师聚会，我拿出来，那个魔术师觉得你去哪里进口到这个东西的？啊，哦，国外进的吗？哦，做得很漂亮哦。
帮我订一个，我就把这个送你来。会不会很贵啊？不会啊，五分钟可以做一只啊。啊，我曾经想过，我铁丝啊或铁线，所以发觉容易弯的它容易变形，那不会变形的你折了半死，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我看到我有个同事，他在做科学实验，买了这种铜管，他发觉好弯，而且不会太容易变形。那当然我手边有那个什么，小朋友最喜欢的那个磁铁珠。然后我刚好我们有一只那个铝管，不是那个铸的铝管，那个铝做的管子。德叔老师有教我把那个磁铁丢进去，它会太空漫步那种铝的管子。那我就发觉那个管子来缠，大小刚好，这个柱子刚好卡住。我找了大概一两年啊，就是其实没有真的动，但是看到就想，看到就想。而且台北火车站的地下街，我在卖一个那种转的那种。那是风铃的东西，下面挂的是这个东西，可能拆开卖一个，然后卖800还是1500，啊，就后来你自己做这个材料费不用到10块，啊，不用到10块，啊，那这个后来用保利用给我做，那这样做我不太觉得，可是我必须要做给每一个人一个，我觉得我真的有点辛苦，对不对啊？没办法做那么多，所以其实我今天只做了12个，想要让每一桌人大家体验一下，那我想最后有兴趣再拿好了，因为我不想耽误时间。可是你们的手上。这大家有余在做，你们知道那个圆珠笔，有没有想到？谁想到圆珠笔里面？对，妈妈先讲。妈妈你喜欢什么？不知道这个吗？对不起，好，来，但是啊，很抱歉啊，我本来考虑到小朋友，我本来订的圆珠笔是那种可以转开的。可是那个老板说那个缺货，他直接帮我订这种。这个你要打开，必须要从这个按压这里把它顶下去，知道吗？但是注意哦，先不要顶，你一顶弹簧就弹出来，那你把弹簧倒出来就可以拿来塞一个小珠子用。可是我给这个笔让大家试试看，不过我不建议全部都拆掉，因为这个笔你要再把它塞回去，当然是可以。好，我建议是，其实我们很多的材料都是喜欢用环保的，比如说你今天圆珠笔弄到没水了，对不对？那你说等了，可能小朋友就把它乱丢或怎么样？你把弹簧都留下来，留下来也可以玩。那其实小弹簧的效果也是有。好，那个珠子的话我有找过，除了用小铁珠，那个 BB 弹的太大，效果不好。那这种保利绒球哈太小，可是这种保利绒球里面会有那个做的稍微大一点点的，好，所以。因为我昨天有当灰姑娘在那挑，挑了半天。哦，对啊，用粘土，我想过，我想我粘的，我怕我弄的不圆这样子，应该可以哈。其实我觉得不用太圆，它有那个效果，因为重点是那个螺旋的效果。那为什么会想到圆珠笔？因为圆珠笔的弹簧已经帮你收边都收好，小朋友要玩，他比较不会割到。又很有方便，如果玩这种东西的话是很简单，我就一个小东西的利用哈。好，那这个先让我们平常再来讲。好，那我最后一个魔术我们来讲一下。其实还有一个魔术。好，我要请一个人上来帮我一下。刚刚有一个，好为难哦。还不知道。我数1、2、3，走方向。一，又来了。二。那个手头在这里不要，三，你这个比较快一点，来，没有办法这样瞄，我就跟他讲，好，来，你们请上来一下，来，好，这什么东西知不知道？陀螺，这里有什么东西给大家看？数字对不对？看到数字吗？好，那别这个陀螺会交给妹妹，好，交给妹妹，来，你帮我拿着，好，现在这边转，我们以。因为陀螺它放在桌上又会不平会倒，对不对？我们以朝下的部分当它的点数。好，来，请你转一下，把它盖起来。好，这样子连我也不知道几点，对不对？好，所以大家会知道一件事情，出错的几率很高。人都快结束，出错也无所谓嘛。好，我曾经有个道具哦，上面是一颗类似钻石一样的东西。可是那东西我找了半天，因为我这一年没有用我的科学教室，我找不到我放在哪里，所以我只好用这个螺帽。就等一下如果喜欢的人，我可以送你一颗螺帽，我会带一大盒在这里。好，其实我后来我昨天才要离开教室发生一件事情。上次在科教馆
朱老师送我那个蛇摆的那个兔子，那个最好，你拿来变，你说它有法力，大家一定相信。那我用这个的效果更好，小朋友都会发现它的秘密。磁铁，来注意看，我现在移到每一张牌上面，你不要吹了啊，帮我看，你看我的手有没有在晃？好，我移到每张牌上面。是我的手在动，换一张看看，换一张看看，回来这一张看看，这张会绕圈，对不对？我们班小朋友应该都说磁力。那我们先看一下，好，谢谢。塑胶的，有转吗？有转啊！我妹妹把它打开来，我看看这个陀螺的点数是几点？比较偏哪里？五哈，是五。刚刚是这张在动，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多少？五点，掌声鼓励，谢谢。来，哎，他要买多少礼物了，对不对？我的家当你都带了吧？需要什么？老鼠，还在包？不是，没有吗？你要什么？啊？环，刚刚那个环，那个大环。这个吗？哦，好，谢谢。好，那这个道具我们来，有没有大家应该知道原理嘛？哈，爸爸说说看。杯子的话，理论上应该可以透过去白色的字，应该可以大概可以瞄到数字。那第二个，在荡的时候，事实上应该是牌上面在辨别，就是记号。然后怎么荡？哦，不是，啊，那个荡只是吸引大家注意力，眼睛这时候已经在找牌上的东西。可是他在其他张不会荡，只有在这张会荡。因为你已经看到。好，那怎么让他荡？共鸣。嗯，用手，我厉害，我摆着用手拿。好，大家都说牌上有记号，对不对？每个人都会这样猜。好，那你从哪个这样猜？每样的都一样。不是。我刚才我知道大家很会这样猜，对不对？好，那我知道讲，你们猜对了哈。他本身有机要的，大家找找看哈。好，那我们先发一下。好，但是我要先讲，你没有这个杯子。好了，这个杯子看不到的。对，好，看不到的。好，看不到的。好，那我刚变的是其中一种程序，我是把所谓的念力摆的一个玩法把它加进来。好，大家玩过那个，就是我用一根棍子，上面绑长短不一样的板，然后我可以用我去抓的频率，你手动得很小很小，你可以让某一个一直在摆动。小朋友比较哪一个就摆，好。对，错是，念力摆哈，哎，网站应该有吧？对。好，那个朱老师们网站也有这个东西。好，那我是用这个，虽然我的手在微微的转，但是小朋友注意哦，你绝对不能够说哦。我知道是这张牌，我让它转，那就完蛋了，对不对？其实我刚刚讲过，魔术师你要连自己都相信是你的念力在让它动，所以你不能够用意念控制你的手，你用你的意念去控制它，你的手会下意识会跟着做轻微的晃动，你去抓那个频率，那个很微妙的，需要我想越大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大人可以感觉看看。那像它的原版的魔术不是这样子，我再讲一下，原版魔术是这样子。跟那个很像，请小朋友随便选一张牌，选出来之后选这张牌，对不对？我一看，哦，这张是一点，它是一点没有错。然后把这个陀螺交给小朋友，他一转之后就会是一点。好，那另外有附一个小骰子，对不对？也是一样，你也可以请朋友，哎，先骰子一闪，骰子跟牌是分开用的，骰子闪在几点之后，你就把这个陀螺交给他，
一直数转出来的就是那个点数，跟那个点数会一样的。所以还有一个关键在哪里？在这一颗陀螺，拿到了吗？陀螺，这个心是可以压的，它是可以压的。大家要去咬一咬，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摆锤在动它的重心。所以大家看，如果你要控制，刚是五点对不对？如果要控制五点怎么办？哪一个朝向？五点让它朝向，把它压下去。这个摆锤自然因为重力作用会跑到这中间来，跑到我这里来，你再放掉。啊，比如小朋友为什么没有吃饭？他按好之后还没有放，就先移动，还要把它移回来。他会先移动再放开，那他就跑掉了。所以你变一百遍就失败一百遍，对不对？好，所以你压住，压住，五点在下面，那个摆锤摆到五点，它是一根短短的一个金属的棍子，会掉到下面来，它会旋转。那你放掉之后，它就定在五点。所以你不管怎么转，啊，还有，请你的朋友不要一转那个用力，你在那等三天，它还没有停下来。好，轻轻转一下，好，那五点就朝下。那我刚刚是故意用这个盖，表示什么？表示原本我都不知道。好，那所以就会有人猜测说，哦，我是可以偷说怎么样？那这个牌有记号，看出来了吗？有。天使旁边的小鸟。对，数一下那个小鸟的数目。这个是个很简单的记号，我刚问那个记号你要背的哦，背了半死。还有一种记号是什么？是三 D 的。大家有看过三 D 的图形吗？那个眼睛要斗鸡眼去看的。我也不管的背面是三 D， 要斗鸡眼。所以如果你下次跟人家玩扑克牌，你的朋友在那边斗鸡眼，你就知道他拿记号牌，哦，不要跟他玩。好了，我教一下，我教一下那个正常这个程序，来，请跟着我一次来。第一个，请把扑克牌交给观众，我自己先洗一洗，洗一洗，然后把它摊在桌子上。好，请观众一样伸出指头，随便比一张，随便比任何一张。好，最后你数一下，不要数错边哦，只有一边有，哪一边？右边，对不对？上面的右边，下面的左边。好，比如我的是六点。好，这时候来这个动作，你跟着我，请你右手。如果你是习惯右手就用右手，习惯左手，把这个拿起来。比如现在六点，对不对？我拿起来的时候，刚刚六点朝下，可是你故意这样还是很奇怪。所以我问我朋友一件，我刚问你们一些话，来是什么？请问按下去的，这是陀螺。另外啊，为什么要放一下？有时候那个重锤，万一它你按的不好，或者它是放久了，有时候会卡住。我稍微简单的放一下，它会动。好，这是什么？这是陀螺，给他看，这是陀螺，你就要压抑，对不对？放掉，已经定到六点以后，好，请你来转一下。但是你可以这样做，让他把陀螺先移到这上来，感应一下，感应一下，然后转，然后出来点数之后再打开了，再打开了，可以吗？好，所以其实大家发觉，在玩魔术的过程当中。他表演的性质很重要，表演性质很重要。他永远的陀螺控制不了的，你发现你想压一点，他跑出五点；想压三点，跑出十三点。啊？哪里会这样？很好，谢谢。如果你还教不好，再来找我。不过，如果夜深人静，你要表演的时候。对不起，我的时间到了。夜深人静表演的时候，请你不要摇得非常大声，哦，不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啊。但是摇那么大声，大家觉得你那个里面有机关，对不对？就不要，你发觉没有压，它不会有声音的。好，哦，所以它可好奇怪，它要检查，没有声音啊。那如果你让它摇起来，滴滴嘎嘎，有问题啊，哦，有问题。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魔术道具，好吗？你说。那个原子笔的那个弹簧哈，哎，你的东西掉，其实它的珠珠啊，你可以用那个串珠，串珠对不对？对。
我去找过串珠，可是它上面有洞，我就是觉得怪怪的。有没有洞的吗？我们那边比较差，找到都是有洞。串珠这个我找过，各种颜色啊，对妈妈讲的对，很多串珠很漂亮，好，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可以吃。其实有洞也无所谓，好，但是我就觉得希望它没有洞的哦。那大家东西记得收好。那如果有礼物我没有送给你的，或者今天小朋友，或者妈妈好的，小朋友妈妈，如果你今天没有拿到任何一个礼物的，我这边还有纹身贴纸啊，我在这里可以送，啊，反正是我朋友的，谢谢。好，那今天就先玩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其实很多可以可以在我们物理系的网站上面，好，都大家上面都有这些啊，它上面都有很多的演练跟知识可以看一下，很好玩的啊。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好，那个朱老师在做这个结尾之前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哎，小朋友还没有，一定会乱。早上你下课哦。好，谢谢。还没有放学，请先坐好。你要走？对，怎么了？冲到。好，没关系，大家都有那个好有回答。有的礼物会送大家哦。那我要分享的东西，因为很重要。会看管得住你的荷包啊，不会让你的钱被骗啊，所以一定要听啊。现在没有看过来的人，我把他礼物收了，老师要这一张。就是刚刚我们李老师啊，他示范的这个所谓念力板这个东西哦，其实前一阵子才上过新闻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本来 TVBS 要来我们这边拍，后来因为出了一个更大的新闻，他们就没有过来。那我讲一下他那个新闻在说什么。就是换一个保养品，我知道女孩子嘛，那保养品再贵都钱都砸下去买，对。那保养品卖很多钱，卖比如说几千块，我这边说好了8000块好了。然后他为了证明这个保养品哦，对你真的有效哦，擦上去哦，然后就这个马上就青春永驻啊，然后皮肤又变好啊，斑点没有啊，皱纹消失啊，等等等等。他就说好，我就付给你一个水晶项链，这水晶项链可能还是欧洲哪里什么进口的哦，一个水晶项链。然后呢，这个水晶项链如果这是我那罐那个保养品，10000块，8000、10000那个保养品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呢，因为它真的对你的身体好，真的有效，所以我放上去以后，你看这个就会转，就会转，就会转，等等。有磁场的。对对对对，然后这一罐哦，啊，这个是什么 A 牌、B 牌不好的，然后放上去不会爆。好，整个过程就是这样，还拍成那个影片，然后做宣传，所有的原理都在这边，每一个。我去老师已经讲过它的原理了，就是你身体看出来我的手在动。每一个摆都会有它的自然频率。好，这个摆长是这样，它变长，它的频率是不是就变小了？或者说我们周期变长了？然后这个变短，周期就变短，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叫自然频率。你只要抓住那个自然频率，然后你的确可以用念力，你用你的呼吸，或者你用你身体非常微小的震动，慢慢慢慢它就会动起来。每个人回家都可以练习，不管是金属的、塑胶的、螺帽的，什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做到。所以最后只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看到任何你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要马上相信它，尤其是它要你掏出钱来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OK，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大家都发了嘛，对不 对？我们的自然律是不是全部改写了？爱因斯坦也不用那么辛苦嘛，对不对？所以所有的科学都是实证的。那今天我们做了很多，包括有用到重心的原理啊，用到向心力啊，要用到摩擦力啊，用到角动量，用到什么，后面全部都有科学原理。所以请大家遇到你看到奇怪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朱老师刚刚说的那句话：想10秒钟再把钱，还是最应该是不要把钱掏出来，绝对不要把钱掏出来，一定有蹊跷，好吗？那最后的话，就麻烦各位帮我们填写一下问卷，请尽量帮我们写几个字，就是后面那个比如说你觉得很有收获啊，因为什么？那你觉得很有趣，因为什么？哪里听不懂？就是哪些东西听不懂？尽量帮我们多写一下，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呢，继续拿到这个学校跟国歌会的补助，然后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继续办下去。会员想玩就可以来进入。好，然后我们李老师这边有提供了，就是这个，想玩玩看了就过来。对，可以来这边大家体验一下。
那最后呢，还是要代表中央大学科学教育中心，谢谢我们林宏旭老师，然后请大家暂时借一下您的双手，谢谢。谢谢。不是，是要拍我，不是拍你。谢谢姐姐，谢谢。这个还有吗 ？OK， 好，谢谢。那个袋子里面的没有，本来也是归在生活魔术，就是说我们身边很多小东西上也可以玩的。那在钞票其实你拿出来一张。很简单，那我刚提到一位倪伟老师，他其实最常玩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去夹这个钞票，夹纸钞。好，那这道我们知道跟人的反应有关，跟反应有关。那估计大概应该如果没记错，在0.22秒左右。那如果我们依据所谓的重力加速度的话，它的落下的距离应该差不多在20公分左右。那因为这张钞票才10几公分，所以其实我自己放自己夹，我可以夹得到。可是我今天我是请小朋友，或是请别人夹。如果说你反应的时间在0.2秒以内，不然应该是夹不到这一张，好夹到这一张。那我觉得它是当一个开场这场的游戏。不过我听李英伟老师说，他出场因为是魔术师，他一定要拿真正的1000块，不拿这种背面白色的。但是他有没有失误过？有。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失误的时候，比如说你的手如果油油的、黏黏的、花花的，你一放，它会挡一下，会不会夹到？那另外一种是只有空调，它吹的时候会卡到你的手，那个摩擦变成一种触觉，或是他的眼睛的那个。好，不然正常来讲的话，以前我都会让小朋友来试试看啊。那这个是在玩这个。那另外一个跟错字，因为不小心的错字，就是说我们知道国父在网络上有，你把国父的眼睛折凸起来的，好，这玩过哈，眼睛把它折凸，然后鼻子凹下去。就是你看像这样的形状，啊，眼睛是凸起来，鼻子凹下去的。那你发觉国父这样子看起来色眯眯的，然后对不起他。不要这样看。你看国父这样看是色眯眯的，可是如果你把，你如果这样看是色眯眯，可是这样看呢，脸非常的臭，脸非常的臭。那通常我在很多学校跟老师分享。我都会说，或者跟小朋友讲，都会说，你可以拿校长的照片来玩。那还有一个红针的，啊，这个也是很多魔术的书上会有的，啊，我喜欢用，就是你把它折成三等份，折成三等份，然后把红针调上去，我需要。对，红针，这里一根。三件老师，谢谢。我先跟他借好。你要把它收破，还是你先借老师？谢谢老师。好，其实我喜欢用那个什么，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会记得《梁山伯与祝英台》这种故事吗？是知道吗？好，我都会说啊，那个祝英台不是回到家在等梁山伯，对不对？好，先折第一段，这样比较好记这个故事。好，祝英台回到家。然后呢，还有一根借我，谢谢。梁山伯来了，因为梁山伯比较没钱嘛，对不对？啊，那你不能夹三张，夹两张，夹从中间夹这边。好，这边有钱的是祝英台，这边没有钱是梁山伯。那他们两个怎么样结合在一起？你慢慢的拉，像平行的拉，好像就要摆脱这个金钱的束缚，两个就站在一起了。好，那这个在拉的过程当中，他们两个互相卡进去。那卡的方式，你可以半动作去看，半动作去看。好，那曾经有人讲说，不是那个马文才吗？对不对？可以啊，我用橡皮筋代表马文才，可以再玩一次。好，红色的一样，红色的，祝英台回到家，这时候马文才，你可以用绿色，因为马是手，马文才过来在这里。然后盖上去之后，这是梁山伯来了，那你就发觉跟故事其实也蛮像的。好，没，你有回纹针只能夹两张，所以一面只能看到一张而已，他一面只能看到一个回纹针，会看到两根。好，这时候
三个人手牵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是完美结局哦。因为没办法，我们国小都是比较善良一点，就完美结局。那我曾经有训练过小朋友，就是说，比如说我放一大堆红绳给小朋友，你们去两边怎么加，你一拉油它是一长串的。好，不要想自己动脑筋去玩这个东西，这是用来分享，让大家比较复杂做休息用的。好，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我们再可以留下来分享一下。谢谢。